的三仙归洞法术，猜中哪个球在哪个碗里，这个宝石就送他。我看到了，在这儿。真可惜，猜错了。姑娘眼力不行呀。再来一次。凭我超高的手速，球每次一动，肉眼几乎不能不画，没人能猜中。再来一次。这个和这个都不一样，这两个都是空的，所以我猜中了。我是来了半。什么？上下一次。试试这个打弹珠游戏，一两银子一次，大奖还送汉白玉柱，随便玩就能翻倍。你这是试玩，赶紧给钱试试吧。真好骗，试玩的时候我把腿垫在右上角，改变了球的路径。你敢掏钱玩，不管用多大劲，弹珠就只能打在钉子上，原路弹回。炸！利用我擅长，打力出奇迹。什么？腿就被他打成了两半？怎么会呢？小店内还有镇店之宝抓娃娃机。啥？我看还有这东西。这是我独门发明的机关，只要用唐门飞爪抓住娃娃，大奖奖励黄金饰品一对。啊、我要玩。什么？娃娃怎么消失了？可能是爪子不够快吧。快，一百两一次，认输加钱。嘿嘿，这些娃娃全是人参果娃娃，只要一碰就会顿时消失，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。原来是人参果啊，这是香萝卜。什么？你怎么可能拿得到？地球是圆的呀，人参果掉进地里，一直掉，一直掉，还可以加速度计算，没过多久就会穿过地球。只要我利用空间宝石传送，它的就是从另一头冒出来的人参果了。不行，这可都是我挖出来的古董，价值连城，必须还给我。看来你根本不识货呀，这三个古董组合在一起，打不过我的。我不想你。朕的爱妃从嫁到这就没笑过一次，谁能做出让爱妃高兴的菜肴，朕将传说中的菜刀赠给她。天哪，是无尽菜刀，这把刀可以增加厨师切菜的暴击率，只要用它轻轻划过食材就会自动分解。吾乃东瀛面点王韭菜盒子，今年特制极乐包，黄金丝牙笑，请品尝。你这个是表情包耶。丝牙笑，这包子都裂了。不是吧，朕的爱妃笑声如此难听。是鸭子的笑声，那高温真的笑。里面的肉馅汁水不断冒热气，如此流出自己的开口形状，被电起震动，所以发出类似笑声的声音。是包子笑，又不是我笑，不算。娘娘不妨吃进去再说话。天哪，好鲜美的味道，我仿佛感觉自己被深海沙叶慢慢抚育，像个傻孩子，又感觉在乡村吃席，无比的快乐。娘娘这是黄金味觉，包子馅里有深海鱼和深山蘑菇，两者富含天然生物碱，可以消除抑郁。这么神奇，朕也来吃。对，这深海鱼是致幻鱼，连鱼面都不吃，深山蘑菇是红色沙，还敢干，这个人真的会吃席耶。什么？不是啊，我们出来打仗，粮草被烧，只能拿土烤饼吃。不行，这土虽然有一丝的饱腹感，但无法消化，不是必的。看看这个种下去，种子，等它种出来，我们都饿死了。它不是一般的种子，是天地植物，黄色生的，然后充足的阳光，就能源源不断呼吸出豆子。哇，太好吃了，这下我们有救了。哎，不好，怎么突然枯萎了？快来，阳光充足。我其实就是敌国的卧底忍者，趁你们不注意，用土遁术潜入地底破坏根茎，看你们吃啥。这些黄豆也没法储存，过几天就会坏掉，我们还是打不过敌人啊。你的心想把黄豆剁成粉，剁成面，再烤点水饭，再来喝这种长期保存的美味食品方便面。这怎么吃啊？这些都是蔬菜和调料，只要泡点水就能吃遍啦。你尝尝。来救了，快给兄弟们发下去。哎呀，好可怕的虫子呀！将军哟，方便面太美味，引来了大虫子，把我们的面都吃了。真是南洋异虫，什么都吃，把你们面吃光光。别慌，这不是什么大虫子，这是美洲大蠊，其实就是国外流入中原的蟑螂。蟑螂，那不是更吓人了吗？美洲大蠊体内含有多种氨基酸等活生物质，可以促进伤口恢复。还有一种蟑螂奶茶呢，蟑螂奶是所有奶中最高营养的极品。将军，别吃呀，它肯定是骗人的。为了保家卫国，吃点虫子做什么？兄弟们，吃！他都吃了，你怎么不吃？我害怕。
看出你这个叛徒，遇到困难连虫子都不敢吃，露馅了吧？我再也不敢来了。他不只是一毒，是有红色才白敢给出的，他都不吃吸烟。什么？你说大家都吃得这么开心，哪里有毒？还好我准备了这种确认的食材，很适合大家。这食材怎么都没颜色了？哼，所有的美食智慧都被吸走，只剩下这些臭鱼，认输吧。臭鱼。铁盒子装臭鱼算什么料理？这臭味美食真是个凉凉吃啦！大胆，这东西狗都不吃！真好吃，久违的快乐！什么？艾菲，你中了什么妖法？居然吃臭鱼！这不是臭鱼，是用飞鱼天然发酵。这小子虽然吃不惯，但是皮肤那么白，你也不是中原人，你带着北欧熊文章，飞鱼罐头在北欧是当时美食啊！是啊，我怕你嫌弃我吃鲱鱼罐头，日子怎么样，所以才一直开心不起来。对不起。不嫌弃，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一切。朕不仅不嫌弃你吃鲱鱼，还要跟你回你的家乡一起吃。皇上，这次比拼胜者是小品，这把无极菜刀就是你的了。别动，我就靠抢。小品，传说菜刀我一样也不会留给你。别走。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区别。古代，我苦练30年，终于修成超凡力量。兄弟们，看我巨顶！哇，将军好强壮，好威猛！七岁成精，大平敌军。现代，我苦练30年，终于修成超凡力量。姐妹们，人鱼线、马甲线我都要，腰间的赘肉咔咔掉。我们要做刘正云王啊！大家点赞分享吗？古代。朕黄袍加身，奏折多得频繁呐！皇上，谢谢吧。快给姐姐的飞簪。我还是提奏折吧。现代，黄袍加身，外卖服都做不完呐。小哥别走，帮我看看女朋友长得是不是跟照片一样美。大外卖呢？拿了吧你。代，你们一起上吧。我们可是有3个人啊，打死他！怎么可能？他的剑会自己飞。我的御剑术天下第一，叫我天下第一剑。现代，你们一起上吧。神经病！你一个人怎么给我们3个人理发呀？什么？这剑刀会自己飞？我的御剑术天下第一，叫我天下第一剑。剑什么呀？别剑了，蒙蔽光了！啊！救命呀！今天午饭菜肴由盲盒决定。哇，是谢剑盲盒。只有一个苹果啊！这可不是普通的苹果，掰开看看。啊，苹果里面居然是金色的！没错，这是伊甸园上的智慧之果。据说人类大脑只开发10%，一旦再开发，剩余的90%。我感觉自己内心十分平静，已经没有世俗的那种欲望了。这对，这对呢！人类再继续突破智慧，就会和宇宙融为一体，成为高维生物。我也来干，干啥？这对！这可不是一般的烤肠，是食神利用自己的魂力制作的，吃一口就能获得超人的力量。喂，你怎么全吃了？这居然会打呀！直接吃一根，举手投足都有超神的力量，你把持不住啊！哇塞，我的棒棒怎么这么厉害？天哪，你抽到了豪华海鲜，这东西可好吃了！真的很鲜！哎呀，弗鲁斯，难以言喻，这是古神克苏鲁的后代，据说鲜美无比。他说让你快吃它。到底是谁的是谁呀？